谁会赢？这边是三等的一个对决。Club Love 钻过了墙壁之后，遇到了Ambition，也发现一个肚子往前撞，先 pop 起来这个护盾。两边队友女王之的互转，但是红 buff 有燃烧伤害，这边拿 buff 被厂长给拿走，并且喝酒吃了一下球女的盾，在侧边 Scout 也赶过来了，上半部的一个对决，往前一骑，最后是由 Mouse 拿到了这个。 击杀的助攻，瞬间的爆发的时候，他伤害很高。我们再看这边重播，两边都知道动向吧？对，两边都知道，所以他先喝了酒之后不拍，这个地方是要跟他打的，他就已经先肚子之后拿了护盾开始打，可是他砍了两下蓝 buff， 然后这个地方上拉了没做帽，后重就是血量直接高一些，血量直接高你一截，然后鳄鱼这边进来也没得打，旁边的塔利亚是跟闪进来，一定要拿人头的，直接把 jungle 整波大的，对，因为。 jungle 在上，而且眼睛已经下好了，我也知道jungle不在了。厂长来了，而且克雷德是直接开了冲啊，想撞塔，枯萎开了大绝，在塔下先往回晕了一下，被顶飞厂长拿到了枯萎的击杀。对，转头看到的是 EDG， 想要来尝试做这条小龙，Scout先用虚无飞檐做一些消耗，把Rulers想要打低，继续第二波的 poke。 而且鞭子之墙一开了之后呢，是想要来抓下路的双人线，不过旁边还有 Ambition 的一个支援，要非常小心。哇，这个 poke 侧边的进场一个渡闪，但是被炸了回来之后 ，Club 选择进场。哇，这波看起来有点危险 ，Rico 开跑了，但厂长已经先拿下了对方破阵人头，Mouse闪现的钩子并没有命中他后方，枯萎的进场开了大绝，被顶飞冲进去大绝，厂长给回了回来，但是厂长最后蹲下去回血，后面的会战还在继续发生当中 ，Miko 继续往前作战的控制不够。 EDG 这一波永不团灭，没有人倒下，残了就是没血的，就是。对对对，来看这一波的一个开局哦。第一个点位的，我觉得是塔利亚的 poke 打太多了，就血量扣的太多，就基本上血量已经不够打了。尤其在AD被 poke 太多血只剩一半，这个点第一个闪现已经交的，被渡闪之后脚闪，我觉得最厉害是厂长是没有倒，他在这边继续先用无敌大绝无敌砍了一下，给他两个护盾，再拿两个盾之后，这一波有没有闪过去土闪，结果球女的大一吸完被 heal 拉起来，所以没有倒。 然后最后变成了是Samsung的一波惨败，对，这波是真的惨，辅助死了，但人头上面的话虽然只拿了一颗，但拖进后期。我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发展 ，EDG 长长蹲在草丛里面往前，但是是瑞空的一个开战 ，Miko 选择直接进场后方，克雷德也冲过来了，来看看 Zed 的一个输出位，冲突似的扯了一下，但厂长收下了交通的人头，但接下来厂长的进场准备要离开。 能不能安然的撤退呢？这张冰封效果并没有打出来，而 Mouse 稍微支援了一下之后被球女卷回来，但伤害并不足以把这个 Mouse 给收掉，也赶过来了。这一场中塔一定要神圣很难守 ，Mouse 其实还有大哦。不过寇爵爵意识不错，先确认一下厂长选择进场，但是把寇爵爵给顶飞，但侧边有点危险 ，Ruler 被顶飞了之后这个血量，最后能不能活下来？厂长往前一转，女王之路继续转，还是到了。最后只有塔利亚 Scout 拿下了 Ruler 的这个人头。 哇，酒桶要来吗 ？Zed 叫闪现，先躲过了酒桶的肚子，侧边还打成一团枯萎来了。看大绝，最后晕住了 Mouse， 往后一个闪现，但是往前骑了一个小大，直接骑走，漂亮！这一波是脱离了神兽追击，但枯萎看起来还想留，因为最后一点血实在太诱人了，是我杀最快，然后跑最快的。但是对 Samsung 来说，他一定要打浓最多的，因为我的角色后面我是拼后期的嘛。中路是一个 Miko 的闪现 ，R 的开战，但侧边也有进场的小刚往前冲了一下 ，Mouse 选择进场。 砍了超头，而且砍在最前面，没有人撼动得了。鳄鱼有危险，鳄鱼在后面枯萎，往旁边两段滑了，直接逃离了战场。这没打起来都是血战，还在打厂长，继续女王之路转一个啃咬，这里跑的，逼出了枯萎的闪现之后，还是把人头拿到手了。他已经渡闪，把后面撞掉，还有肚子大绝两个控制。对，他会直接把后面顶下来，不要让你们接上那波关键输出。所以最后拼的还是前排倒的。哇，帽子开胸了，夹着夹到了枯萎，旁边 Scout 也赶过来冲啊，往前一撞，这枯萎掉到大绝，掉的弹塔先撤离了战场，但塔下枯萎血量太低了。帽子这波承受塔的伤害之后下马，可是 AD 没有闪了，卢勒没闪，下一步枯萎看到大杰一个零三零的鳄鱼在反凶零零五的帽子，看起来有点危险，真的要死，两边都互换了闪现，晕下来要单杀了吗？转了一下枯萎单杀掉了 EDG 帽子。 真的，我觉得其实是陨落王者很痛，陨落王者真的很痛，陨落王者在单挑里面太强。哦呦，他对方攻速给的攻击太多了，因为鳄鱼会在战斗狂热嘛，然后他每个普攻都带攻击力的情况下太痛了，他没有想过他这么痛，50怒 W 开啊，所以会想开哦。现在的EDG就是有机会了。高特有大哦，来夹了中路这一波开车，但是又是一次盾牌倒下，没有闪现，撸了反而变肉，把被控住，直接一波带走。 有Miko 拿下这个击杀之后，后方是鳄鱼亮PP，准备要赶快支援，但最后是取消掉了。帮我去视野守一半，我们先看这波重播。
你看这波重播旁边已经蹲很久了嘛，帽子已经蹲非常久，等到这个机会，所以他开车之后配合塔利亚的枪，直接点到了 AD 身上，砍到头在扣，真的变不见了，那根本就活不了啊！其他人也只能跑，因为再打下去是会被科伊萨收光的。我觉得这个会战完之后，基本上你上路的传送就要好好的利用起来，就是我多一个船，所以我现在只要把上路的克雷德丢到下路去，把线带好之后，我第一个可以打船后 B 站，把霸王巨人杀光。对，第二个我也可以利用塔利亚跑下来的机会。下半部又是单打，又要出事了！又出事啊！枯萎再一次单杀掉啊！上路爆杀在这个巴龙池子里面，但是举盾吃掉的墙壁。克尔姐姐这个盾又建功，在侧边想要进场的美口看大节奏往回一盾，先控出了酒桶。Ambition 这一波的话是没有状态继续作战的，不可能抢。接下来 OK， 这第二波真的危险。神送有克里斯塔那个球进去，但反身帽子想开，长长闪顶，哇，这个顶！美国进场偷到非常多的人往后想跑，胖这边的血量也很低，没有倒了，但如果已经倒下了，连 Ambition 也倒了，我还在急。后面这一集 Crown 没有魔力，被帽子拿了一个双杀，十二。这波其实最主要是双地龙。给的影响太大，那个两只地龙让神圣不可能不来。哎呦，好疗愈啊！那个塔不见的感觉真好。等一下要看的是 EDG 快速转向，中路又被开到了 ，Mako 进场控住人。后期的在平开的，就是经济完全平衡状况，理论上也有一个三成胜。哇，又是一次的快速转向，枯萎变成了第一个集火的目标，但是滑了两下，哎呦，好惨哦，好惨哦！这个指向技能，但反而是吃到一堆玄武飞炎，加上闪现飞色甲甲，帽子酒桶也危险了，酒桶也有点危险，因为旁边 EDG 全部人都来了。哇，这一波酒桶，并且是交出自己的闪现，先躲过了对方的追击，但下路的水晶兵应该是不保了。Scout 用女妖的面罩往回再往前一顶之后 ，Crown 也是交闪、交鬼步，什么招都交了，但是往前伤害并不足够。要被点掉。这一波身上挂着 GA， 被打掉。一条龙，然后有着克里斯塔，他是霸龙很厉害。从后方途径的 Mouse 又一次想要来撞对方的后排，而且 Mouse 把目标又放在了对方 Crown 以及 Ruler 的身上 ，Ruler 在开血专注。求你这个卷，这个完美的输出位置。球女已经倒了，但是 Ruler 还可以作战，先把帽子给收掉，再往前追击，两边站成了一个一比一的人头击杀。雷哥还没倒，想要往前继续追击，炸了一个爆破，空大，空大。寇尔杰就往后闪现了一下，之后是 Maker 进场 ，Maker 有点危险，往回一滑。但是只有 Ruler 拿到一个 double kill， 继续专注射击，射在 Zeta 身上，肚子在往前 ，Scout 很危险，长长进场之后直接被拿到手，这一个团战 ，Samsung， 什么是团战？打回来了，毕竟绝对不会有。所以他会有一个非常强的节奏优势。我们先看啊，这侧面开车撞进来，只有撞到布朗姆，这个点是第一个有点尴尬的点。然后你冲到艾希的时候，你是用了第二段，所以你基本上是贴不到艾希的。而球女死前的这个大太重要了，他有卷出来给予一个瞬间伤害，所以把帽子给拿掉了。帽子倒了之后，其实剩下人没有办法抗衡艾希的。所以你看到这边 Ambition 上去是要硬开的，然后开了之后没有抓到。我觉得这边最后尴尬的点可能是厂长钻了回来，他给了对方一个回血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他看到他点下去，然后直接回血。对，他其实出来没什么用嘛，因为出来是被点，你也不可能的。我没想到他是不是有 GA， 所以这样走，就看没有，没 GA 又会这个会战。西来看一下这一波的 EDG 怎么会打起来哦。看厂长的人先爆破，就哇，酒桶没了。八龙这边是被放弃掉了，危险危险。团战中又是一次 Mako 的顶，直接把 Crown 给顶飞 ，Crown 倒了。但旁边的一个战士 Zeta 先扯掉了 Core 之后，继续往上按上追击。由 Zeta 拿一个上当，继续往前追击的时候 ，Clear Love 顶到两个人 ，Zeta 继续往前跳，而冰雪血量也很危急，往前跳，还在跳，还在跳，单挑四个人撸了，这波能不能活下来啊？那活不下来了，是由 Zeta 拿到了一个 Quadra Kill， 哇，这一波我觉得太亏了。你少了这个大，你的会战根本没有打，你的球女直接被撞飞了。然后剩下的是一步正面的收割结束。对，我们要恭喜的是 EDG 拿到了这个第一场的开门红。对上 Samsung Galaxy， 我刚刚看那个团战，两块肉就是 Mouse 跟 Clear Love。就一直往前顶，一直往前顶，一直往前顶。这已经从这一场的前面顶到后面没有停过，好顶。我觉得你看得到 EDG 的整个转换的速度非常快，就是从想要从野区抓人，抓到中塔一直拿不掉，他改成到边线去带动节奏，然后再转回会战抓人。你看他的这个转换速度，在进入僵局的时候，他很快打开了破口，也迫使了 Samsung 跟你做更多的交换，一路就换到了高地塔。不过这个前期 EDG 掌握的好，那我觉得那个开局太强了。对，开局非常非常的好，很顺利。然后带来另外一点是 Samsung 的中期夹的也很紧。嗯、其实 Samsung 夹的很紧。我觉得这场就是完全是厂长。